都说北凉荒蛮之地，果真不懂礼数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今日不会客，我通什么报啊？这魏舒阳也是窝囊，这都不发火。卢家和北凉结亲，那就是天然的盟友。魏舒阳要考虑两家关系，不会乱来的。 哎呦，哎呦！借把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别闹太大。这是阳城，这不是你们北凉。北凉行事待人，岂是一直都很简单？待我以礼，还之以礼；待我刀兵，还之刀兵。卢管家莫怪。 开门！快开侧门，让他们进去啊！开中门。开中门，要家主张口才成啊。嗯。我真做不了这个主，要不我去给你问问。不用麻烦了，把中门给我拆了。啊！